我现在都长毛了，看嘛。好长哦，我到坡上去看看，呀。你用着，哎呦，偷懒了。做啥子？那么寒气。是不是？从来没走过来都想偷懒。我不是怕你的哈。两个字都多硬哈，你说。我现在都成精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那个老南瓜可以哦，明明甜，还有茄子、辣椒，长在地里，那啥子蔬菜？耶，好大两个，锅拿来多去。你看我的汗水，还买的猪耳朵，30块钱的，弄大一盘哈。鸡蛋面，来个鸡蛋噻。鸡。切猪耳朵啊，我们也就它半，那个一切不就拿起就不蘸了。那是地瓜儿，用糖炸的哈。好甜。多脆呀。自己种点菜还是可以，切都切不完，超市里面讲的菜贵哦。可以才都要15块，之前啊，有多少他说我们买点菜都要抠抠夹夹的，像我们那个年龄的人哈，啊，这下都是这个样子。是吧？嗯，干儿的那头。今天给你切点猪耳朵，今天就没对我了哈。你老是让我生气，我不对耶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们四川男的啊，多少都是大耳朵。吃了饭，下午去把地挖起，我们把菜点了，你去挖哟。要得。太阳又弄个大了，下午拍完去玩哟。反正农村的生活还是好，今天回来弄大碗面都吃完的，吃的汗水瓶汤底的哦。视频就分享在这里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